马上要过年了，年夜饭上蒸一道这样的糯米莲藕丸子，寓意团团圆圆，好吃不油腻，做法还很简单。一节去皮的莲藕，先切片，再剁成沫沫备用。猪后腿肉去皮，绞碎备用。家里有平底锅的一定要拿出来，用来和肉馅特别好用。夹好的猪肉放盐、糖、白胡椒粉，少许小苏打、生抽、淀粉，一个鸡蛋，抓匀，再沿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也可以边摔打边搅拌，放了小苏打的肉馅更容易上劲。再放剁好的莲藕末，搓匀就可以团丸子了。双手沾一点水，取少许肉团成丸子，再在提前一晚泡发的糯米里均匀地裹上一层糯米，放入蒸笼。喜欢仪式感的可以用胡萝卜做点缀。水开后上蒸笼，开中小火蒸半个小时，出锅了，一道寓意团圆、做法简单、口感清香软糯的糯米。